唱过。容光焕发，真的吗？可能是修辞的比较好，比较滋润最近。播多久呀？播到12点吧。等一下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甜吗？好吃啊，这个。嗯，好吃。它就是有点很甜。我觉得那个挺不错的，这个白色那个。白色的。想要个弟弟还是妹妹？真的就是希望。为什么要隔离这么久？你隔离个7天就可以了，你给我隔离14天，真的，我今天还发了朋友圈，我就说隔离赶快结束吧，再隔离下去真的要有孩子。才过去2天。我想要，真的想要，如果小次郎，小次郎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？这个也好吃。面包胚。对。嗯。播了多久？播了可能有10几分钟吧。无痛体验当妈的感觉。直播了。开始无名指的秋日野餐。牙齿上粘了吗？认识了，我们是现实中的朋友，认识还蛮久的，只是最近才决定在一起而已。还好直播没有放大的功能，不然真的可能要被封了。播一下，大家不要每天催了，真的很大的压力。
我就还想播不播，然后想了算了还是播一下，不然又要说我什么放鸽子之类的。两米在我旁边卡了吗？好像我刚才开的那个好像是有点卡，我怎么用了 WiFi 吗？嗯，因为我们家最近 WiFi 挺卡，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。怎么变成液体的了？跟昨天的不是一个牌子的吗？不是一个牌子的。No， 比如说今天怎么这么黏？什么色号？没有涂涂的润唇膏，海蓝之谜的那个透明的那个润唇膏。脖子有点红，他又上来了。他很烦，他今天我跟大家讲，我其实有时候没。是很想跟大家早点直播的，就是早餐的原因啊，我今天真的九点钟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澡也洗好了，就想着播一下好了，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吃完饭，结果没有想到就睡着了，然后睡了蛮久才起来的，很不好意思啊。今天播到几点？今天播到12点吧，就播一下现在好了。因为今天我们都有点累，就昨天睡得也很晚。挖上脸，你的脸和我手一样。完全盖住。哪里比较大？毕竟有2.1米。好卡，就是可能今天下雨的原因，所以网络比较卡。哪天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在家里，在家里怎么运动，就是出门那种运动。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也不要像我们一样老在家里，就趁着还能出去的时候多出去溜达一下。我们现在想出门都出不了。煮饭吃啊，我当然煮饭吃啊，买冰箱里都堆满了东西了现在。Try to let go, I'm sad and all, yeah.
对，12点就做运动了，等一下早点下播。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真的做了实质意义上的运动，跳舞来着。啊，今天昨天除了实质意义上的运动，你就做了别的运动？都做了，反正是。嗯。该做的都做了。嗯。不该做的也要做。嗯。那个标。什么？那个文件就是会有点卡，所以今天网络，嗯，还要隔离多少天？还要隔离12天。我也不想隔离，我真的不想隔离，很想出门一起溜溜玩，但没有办法，还是要遵循我们社区的规定。就是因为昨天答应大家，所以先播一下下。其实今天真的太累了，感觉这几天从来没有这么累过。感觉有点尴尬了。明天早点，明天早一点播吧。Hello， 小姐姐。Hello， 小姐你好。哦，不，对不起，我重复了你的话。没关系。小哥哥你好，小哥哥你好。Hello， 我们玩一把吧。玩什么？你的人气很高哦。你的人气很高，你说吧，我没有怎么 PK。说了的话像一般哈，就是我会让长得好看的小哥哥给我表演一下才艺。才艺啊，可以啊。那你也唱个歌吧那种。可以啊，我们就一人表演一下，谁说谁先表演。 好不好？好。行，那我们就可以重新的。嗯，好，来宾了。可能了，不玩过程了。昨天属实是玩过程，真的很费，很费钱。昨天去玩的那个。是没有体力，今天吃饭的时候都有点力不从心，是真的力不从心，感觉吃饭都吃不进去了，有点，吃完饭都睡着了。哦，你说那个吃饭呀？不然呢？我都没有反过来。所有话都一笔带过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鲜花，谢谢关注。没有柔柔不能自理，只是不想自己动手而已。对呀，就是可以不用自己动手，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？我刚刚再吃一点那个白色那个，那个比较甜一点。卡，我今天就是时卡时不卡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可能是今天下雨，今天外面是下雨了吧？没有啊，我出去的时候没来。谢谢大家的星星，谢谢西雨诺的小星星，谢谢老板的鲜花。谢谢关注。
昨天不是又没让你来吃饭了？明天早点起啊！明天早点起，今晚早点睡，恢复一下作息。对，是下雨了。主要是今天就是然后早点下播，11点下播，就我们今天就播40分钟嘛，就播到12点好了。嗯，明天9点半一定播，因为我也不想影响大家的休息啊。不准你，所以有时候会卡。明天9点半播，对，我今天播到12点。抖音已经提醒我睡觉了，说早点休息，掖好被子，不要乱踢。他总乱踢被子。嗯，我哪里爱乱踢被子啊？谢谢乐兔姐姐的飞机，睡着睡着就热了，然后把被子往边上一撤。你真的很热啊！有时候他会在睡梦当中把被子压在自己的身下，然后把我那边的也都压。谢谢早早的帐篷，哪里有你抢我的被子好吗？我就只能和他一起光着。嗯、还有10秒钟，还有10秒钟，大家守一下，守一下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对，谢谢无名姐姐的 disco。 好，我们听这个小姐姐唱歌吧。主要是我不是很想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所以我连一把 PK 一下，缓解一下。好。吃的真香，害得我都饿了。没事，可以，还外卖还是可以点到的。那我就这样吧，我就唱首歌。你看你们平常听什么歌比较多？你们平常听什么歌比较多？是那种走心温柔的，还是？平时听什么歌比较多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嗯嗯，我比较杂食，我听音乐，嗯，比较杂食，我自己选吧。好，谁刷再刷狂浪，我就是把这个设成我的屏蔽词。绝了！唱首《曾经你说》吧。嗯。什么？
专业的歌手吗，小姐姐？嗯，你这次卡了吗？我现在还卡吗 ？Hello。可是屏幕暗了。我卡了吗？是我卡了是吗？我卡了。是我卡了吗？你看一下我卡了吗？我没有。Hello。完了。不知道。琪琪，是不是我卡？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我没有卡。对，你不要不说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但是我也可以，但是我看他这里他也不卡呀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在我旁边，就是你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Hello。他那边卡了吧？应该是。有可能。双看星空，他刚唱。现在呢？但是我能看到。Hello。我先进来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为什么对面人没了 ？Hello。这里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儿。我现在在出差，在外面，然后可能网就不好。没事，我这里也经常就是掉线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听你唱一首歌吗？听我唱歌啊，可以啊。但是我最近有点咳嗽，可能就是有点嗓子不太好。那你要不就，那我唱一段吧，好吧？下次唱也行，嗯，那也可以。好，等一下。把这个大这个顶灯关了吧，现在太亮了。这是我现在上课的地方。为什么都打的是狂浪啊？没有啊。没声音。嗯。为什么都是狂浪？大家送错人机票。没事。刷狂浪的，我要拉黑了。I close my eyes and the flashback start and standing there on a balcony in summer air. I see the lights, see the party, the ball girls. See you make your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say hello. Little did I know.That you were Romeo, you were so impetuous, and my daddy said, stay away from Julie. And I was crying on the staircase, begging you, please don't go. And I said, Romeo, take me somewhere we can be alone. I'll be waiting, I'll just have to do it strong. You'll be the prince and I'll be the princess. It's a love story, baby, just say yes. 可以吗？可以，吃饱了。有点哑，最近嗓子。没事，你要保护好嗓子啊！我也是，我哑的不行了。你平常几点到几点开播？嗯。你平常是几点到几点开播啊？我就是随缘，我最近在隔离，所以最近播的比较频繁。就平时的话，可能播的比较少。嗯，最近可能明天可能就是9:30播吧。嗯，最近播的比较多。那咱差不多，你没事的时候也可以，我们也可以常练。行，我关注一下你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就撤喽。好，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哈。拜拜。你关吧，拜拜。真的嗓子有点不太舒服，今天想听狂浪，我狂浪那首歌我都没有听，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听那首歌。别骚了，而且我太难，我不要骚。那首歌就是以后在我的黑名单里了，永远不会要想在我的直播间听到这首歌。还有吃那个白色的。嗯。我就要飞起来了，我想想是迷茫，我想夏天的你说，可是那个摆的好好吃。再给你最后一刀啊。嗯，切一点就可以了。吃多了嗓子很不好了。英文版狂了，不要想了，狂浪怎么设屏蔽词呀？我要把狂浪这个词屏蔽掉，以后不要再，气死我了。十九鱼啊，等一下连吧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打过他们，我们之前跟他们打就是很难打过。想退
老郭挑眉干嘛？因为你魅惑。哪里魅惑？何处？我不是说你跟他们，我是说你跟我，就你在吃冰淇淋的时候，就很引诱。我不忌口的，我那天刚开始咳嗽的时候，我还吃了两包辣条，又卡了，现在还卡吗？